前几天发晚架视频，很多小伙伴看上了我家这个抹布置物架，它是可以挂到墙上的，最多同时能挂三条抹布，底下还可以放些清洁球、海绵擦，自带一个接水盘，就不怕水会流到台面上了，可以拿下来放到桌面上，挂起来呢就更加方便打扫卫生了。